晚上好。好累呀，今天。我涂个口红吧。哦，给你们看，我薅了很多投票券，我要来扫个投票券。这都不是用过的，是没用过的。今天超级累的，我下楼梯的时候腿都在抖。哇，谢谢！等住。谢谢大叔，谢谢大叔送你星星的皇冠，谢谢，鼓掌，谢谢你，这现在看起来发际线好高，所以我要涂一点发际线粉。还是这么高，好吧。没什么用，就这样。哦，是挡眼睛发型。谢谢。仰卧起坐第一名送刘闪闪的皇冠，谢谢，鼓掌，谢谢你。怎么样？今天的这个发型有没有很韩系？的口红，呀，我的口红呢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能涂太多，直播如果涂太多口红会看起来很奇怪。好，涂一个唇釉吧。这样看起来嘴很油。好了，画完了。他平时就这样叫的呀，他平时就是这样叫的呀。没有什么区别的。
灰色的制服感觉会比较韩系一点。今天是没有刘海的我，但是我稍微偏一点就会感觉还是长得很幼稚。没去他房间，着啥急？怎么你们比他还着急？他昨天就让我去，我昨天没去。最懂我的日系推荐，就这首吧。就这个歌单，哎呀，不能用。这个光可以关掉。我今天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因为我尝试了一下新的眼影色号，就是我用的是棕色系的眼影，结果就。好像看妆很浓，所以今天大家如果来见我就会看起来妆很浓，是因为我今天用了不同色系的眼影。谢谢万圣夜，谢谢。他睡着了，他怎么突然间就睡着了？太假了！啊，我这就是这个发色。我一会儿给大家戴假发怎么样？你们想看吗？先把我的票扫上。跟我另外一个账号，对啊，我要先把票扫了。我们彩盖还很硬挺的跳了一下，看，有好多大盘。是我今天薅的一个粉丝的，我要强盗。一，我扫描。哇哦！我现在是大佬。好多、啊。使用成功，我再扫投票去。等一下我按票冲一波。
扫错了，吓我一跳。我说这可是大盘。又扫错了。哇，我现在有234次投票。我现在也是白票大佬啦。先不投。我要留到最后再看投票，我要准备暗票冲一波。圈线是多少票呀？还要看中报呀？这么复杂的吗？投个搜了也进不去、啊、我如果是速报前就好了，速报前的话我如果投感觉我能多上几手，对吧？就是我那两手就可以上了呀，我这么多票，我速报肯定可以上。今天没有刘海。今天的发型就是没有刘海的发型啦。对呀、啊，头发长长嘞。放下来。没有刘海是另外一种感觉吗？それでもうなずきながら一緒に歌ってくれるかな。おでんばかりの拍手も響き渡る歓声もいらない君だけ分かってよ。不换颜色，暂时不换颜色。大哥，什么眼神？什么眼神？惨哥。假死了，不想理我，你在那斜眼瞟我。本来就脸很大、啊、你是有滤镜，你觉得惨哥脸小吗？
我今天都睡肿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我起来以后，我的脸是这样的。我不是一点到三点电源嘛，然后因为我生病了嘛，所以我就三点电源完，我就去睡觉，睡了将近三个小时。我起来以后，我脸是这样的，肿成方的了。摁回去一点。想吧，我没有呀。对啊，他都不想搭理我，因为我刚不搭理他。上海没有下雪，听说北京下雪了是吗？我好想去拍雪景呀。嗯，啊，为什么欺负我？我要欺负我。开一个大一点的灯。今天妆有没有跟平时不一样？今天是用的棕色眼影。飘冰渣子。对啊，今天是棕色眼影，不是红的。平时是红棕色，平时是橙色，是南瓜色系。哦，对，我还有票呢，我还没扫完。想起来，哎，等一下。这是我今天店员的收获。哎呀，鸽子本。啊，有这么多，都扫掉。嘿嘿，扫描。我在考虑当中呢。先把这些都扫掉。嗯，有两个手机，我直播的手机是我以前的手机，因为我觉得以前的手机直播好看一点。慢慢扫，先把这些扫完。嗯，我要中报前先不同，等中报完了我再看情况。
嘿嘿。还有最后一张，扫完了，274次。4000块吗？干什么？他扒拉我。4000多块钱，哇哦！都不止能送一个金书包，能送好几个金书包。中报进圈要多少钱？大概呢？要多少票？5000票，7000票，可是一票不都十几块吗？你们给我说懵了。今年散头多这样子吗？不知道呀。我买不了了，我怎么买？我只能店员去薅人家的。对啊，13号还有握手呢。我打劫粉丝的。这样子大家都不敢来找我店员了，嘿嘿。米娜贝尔眼睛反光，嗯，因为它表面有一层薄膜，我没有撕。公演前吃了饭，但是公演之后还没有吃，不是。现在就不是很想吃。就我还说了，我以后要带塔罗去的。我们那个安排你们知道吗？背靠背靠背。我们是第一天是完成公演，第二天接了一个全天握手会，然后第三天接了一个下午场公演。
知道吗？这就是魔鬼行程。你扒拉我干什么？这首歌好像虚构着。对不起。有一些尴尬。我是说听着有点耳熟。这个公演我也不能跟大家打包票了，大家听通知好吧。你们发现像别来无恙了，我第一次听到我就觉得好别来无恙。我现在脑袋有点懵，因为我就是谢谢不闪的阿詹呀，只要山健康快乐，送给浅浅的红龟，谢谢谢谢，胡生，谢谢你。明天发照片哦，我终于收到照片了。嗨，没关系，慢慢发嘛，无所谓的。我现在都不着急拍了，我该去厕所了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这一阵子也没什么时间拍，就是拍了很多没发。而且这一套我都催了很久了，你们有毒呀！看他上厕所，我怕我直播间被封掉。你们惨催是不是有点奇怪？怎么偷看人隐私？来上完厕所回来。今天人很懵。本来想说今天戴假发的，但是还是算了，好累哦，今天下次再戴吧。他怎么一直叫啊？这就是话很多，就是有的猫
它就话很多，有的猫它就不说话，有的猫它就很粘人，有的猫它就很高冷。对呀，强哥就是又很粘人，话又很多，还喜欢夹，因为有的猫叫起来就很难听，这样，有的猫叫起来就是像强哥这样，夹死，还有的猫喜欢拉长音。然后有的猫喜欢短音，就是不同的猫有自己不同的习惯。你们看才哥的表情，才哥，看你表情。你看，他的表情，我要听听是谁在说我坏话。我的耳夹摘下来好痛。今天就值一回，因为今天太累了，而且今天身体不是很好。对呀，谢谢布乐兹，谢谢。很久没直播了，好像。今天是第一次这样子的，半边眼睛的发型。谢谢宁无。SSS 金送给神仙的皇冠，谢谢姑娘，谢谢你。哒哒哒哒，突然有点刮，哪里刮？今天这个发型。谢谢苏珊的阿江呀，只要珊健康快乐，祝你珊珊们关系，谢谢，耶，就这样，谢谢你，嘿嘿。你很刮吗？因为今天的丝芙是有点韩系的，所以考虑了一下，就没有留刘海，让我刘海这么小一撮。甩头，你们看，这就是变身。变身失败就是这样。那天的变身就是这么来。谢谢不灭森林送的神圣皇冠，谢谢，就这样，谢谢。这边，想做那种韩剧里面的发型，但是很难，就总感觉差一点那味儿。
可能是我的妆不够韩系。小虎给我买了面具啊，他给我买了什么面具？今天的妆是换了一个眼影的色号，染头发，晚一些再考虑吧。两根香被吸了进去，还发现我吸它进去了。好呆呀。他又开始斜眼瞟我了。整个在一墨，整个说一墨来了，这是我的人生。出口在哪里？两个眼睛大，你认真的啊？你不混合的朋友看了十几个残个视频，认真的。两个就是很普通的小猫咪。只不过长得油腻了一些。我都很担心我跟他在一块儿会被影响，我很担心他的小眼睛把我的眼睛带小，我很害怕自己长得像他一样，很害怕，我超级担心，本来眼睛就已经不是很大了，我又很怕跟他一起待久了，我眼睛变小。嗯，我以前眼睛很大，在我刚出道的时候，打了个哈欠，你看我眼睛红。哦，我给你们看，嘿嘿，我买了红色的美瞳。下次可以中二一下，下次我就上公演的时候戴红色美瞳，震惊众人。什么呀？好像也没有开很久。来关直播了。早点睡，朋友们。哎，也就值了一会儿会儿。拜拜，下次再值。拜拜，残哥。拜拜。好emo呀，灿哥，拜拜。